系咪狗救噶？我呢度好危险啊！快嚟救我啊！先生，不如你讲清楚发生咩事啊？我点知咩事啫？总之有车手啊、枪火啊、绑架咁啊、寒战咁啊，热喎、啊！哇，咁大镬！你过到去啊？唔准沟女，唔准去蒲，唔准叫鸡！放开我女仔！我都冇捉住佢，点样放开佢？阿明哥，真系唔好 work 咧。唔系啊，阿明咁劲啊！我哥话过关啊，未落到啦，已经爆炸啦嘛！呢度冇人，不如就呢度啦。有人啊！喂，落车细个，冇输俾佢哋。500万都冇位落衫啊！香港人真系傻。你试试想象下，你一个咁小嘅笼仔里边，你条仔攞条嘢出嚟，发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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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当两边嘅墙壁，嘣嘣嘣嘣嘣嘣，跟住你又攞条奶出嚟，啵啵啵啵啵啵啵，跟住佢又摆埋支嘢落嚟，啧啧啧啧啧啧啧，几好听啊！香港你叻哥，识影相啊！系啊。